茶的。绿茶还有什么就是特质吗？就想知道就是什么样的行为，什么样的状态，你觉得这就是绿茶？就是他不允许你做什么，但是他做了，是吗？那不就是双标吗？这是双标。我觉得绿茶其实就是。绿茶其实就是他本身能做到，但是他就是要跟他的目标人物说他做不到。说比如说我看上张翰了，然后呢拿出来矿泉水，拧不动，拧不动。你没长手啊，你没长手啊。直男直男。就是他拧了，但是他没拧动。我帮你拧一下吧，来。对，这就来，谢谢。主要他为的动作是要引起他的注意。对，就能做到，但是他不做。然后呢，他请那个目标人物帮他做，拉近这个距离。哦。但是选择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示弱的方式。对，因为绿茶够淡，所以他是弱者，半弱。只要是示弱的，统称为绿茶。想法挺多啊。